好，各位大兄弟们，这里是韭菜兄弟，大家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。这两天啊，最火爆的 app 是什么呢？就是 Friends.tech。据说这个 app 已经日收入破了百万美金啊，就每天可以赚上百万美金。如果你是关心币圈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全网都在奶，对吧？Friends.tech 总交易量突破三万以太啊，十五小时增加50%，个人股票化 Friends.tech 拉开了 Web3 社交时代的大幕啊，活跃人数达到136,000。不得不说 Base 啊，作为一个Layer 2对吧，用的是 OP Stack， 没有太多的亮点，就靠了一个 App 把整个 Base 的日活拉高了，对吧？这个就是。我们说基础链固然非常的重要啊，但是真正的能够把区块链带入千家万户的就是杀手级的应用。那 Friends.tech 呢就是一个杀手级的应用，对吧？原生 Web3 社交 DApp 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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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是 Friends.tech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。一个 KOL 代币化的项目，对吧？通过一个个人 IP 时代的项目。到时候我会教大家怎么玩啊，然后大家还没有注册的话，记得一定要注册一下，好吧？记得一定要注册一下。又是一个啊，社交应用 Friends.tech 给 NFT 带来哪些新花样？现在还没有 NFT 的，未来会有 NFT 啊，已经支持 NFT 的，取决你如何看待等等等等等等。对，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啊 ，Kobe 是现在最牛逼的啊，一个。要跟他聊个天要花 1.156 个以太，对吧？ 1.156 个以太。好，那我们到最后我们会一起讲一下 Friends.tech 啊，现身应用，对吧？我这边已经看一下，对吧？这边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啊，准备好了，对吧？看到时候怎么用啊。好，那讲 Friends.tech 之后呢，我们要讲最近看的一个非常火爆影片，对吧？孤注一掷啊，孤注一掷里面有一个叫做科泰币，没想到啊，科泰币在现实当中也有人发了一个科泰币，对吧？这科泰币呢，随着孤注一掷的火爆啊，在科泰币暴涨暴跌，最高涨过3000多倍啊，令人疯狂，令人疯狂，而且是中文啊，科泰币。是蛮牛逼的，就是中国人在玩，对吧？我看鬼佬估计都不知道怎么搜这个科泰币。好，那孤注一掷确实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啊，有兴趣的可以大家去看一下，里面有所有的陈维波那个流量片的所有的它的特点，对吧？有美女啊，有赌博，对吧？有暴力啊，有诈骗，对吧？这些东西都有啊。有计算机天才，对吧？有加密货币，等等等等，你能想到的几乎都有啊，就是注定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个电影啊。我看了一下，是非常不错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兄弟们啊，我们进入孤注一掷，不是孤注一掷，我们进入 Friends.tech， 对吧 ？Friends.tech， 放大一点 ，OK， 先拉出我的 Friends.tech。如果你不会安装 Friends.tech 的话，你可以去它的官网，对吧 ？Friends.tech， 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App 啊，它是一个 PWA， 对吧 ？Visit Friends.tech on a phone and install the app， 对吧？你要用你的手机去访问这个东西。我看看能不能访问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对吧？我们改成 iPhone， 看看能不能。啊，可以，对吧？他还要让你去 iOS 16.4 啊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就是个模拟器，对吧？我看看 SE 不行，那我12 Pro 可不可以？哇， 12 Pro 也不行，那没有最新的是什么？好吧，我看看 Pixel 5， Pixel 5可不可以？对。什么 ？You 要 install cross tap the more button and choose， 对吧？要 Chrome type 什么 more button，
这都没有，要用真实的手机里面才会有。Anyway， 就根据它的一步一步去进行安装就行了。安装的时候呢，你首先呢需要一个，它不是任何人，现在还是在测试阶段，对吧？非常新的一个 app， 但是非常火爆啊，就必须要有那个邀请码才能够注册，好吧？我现在可以分享给大家邀请码。好，我们直接分享给大家邀请码啊，这个是我的邀请码，对吧？大家看得到吗？对吧？这三个是邀请码，你们自己记一下，好吧 ？FT 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什么的，如果你没有的话啊，自己去弄一个，只有三个，三个完了之后，如果我的排名上去的话，会有七个，对吧？然后会有更多，我会把这些都分享出去。而且呢，也会有空投，对吧？现在已经有看 points 啊 ，airdropped every Friday 啊，大家抓紧，在周五之前你注册的话，应该会有空投它的分数。据说是要发币啊，据说是要发币。行，那这个完了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 friends.tag 怎么玩。首先你注册完之后呢，它会让你打 0.01 个以太啊，要从 base 链里面去打 0.01 个以太，差不多是20美金不到，对吧？20美金不到。在 base 链上面呢，你不需要做任何的 configuration， 它都帮你 configure 的，它会给你一个钱包地址。这也说明什么呢？它里面有钱包的功能啊，但这个钱包呢，私钥呢是它掌握的，好吧？私钥呢是它掌握的。好，进去打完之后呢，你就看到会有一堆机器人，对吧？一堆机器人开始疯狂的买你的东西。一般你进去之后呢，就可以赚点小钱啊，大概赚 0.01 到 0.02 个以太，因为有很多机器人，对吧？万一你的火了，对吧？他们就能赚很多钱，他们都会花一点点小钱先冲进来。对，有了之后呢，你看我关注了这个人，对吧？这个大佬啊 ,zxjd.eth, 我买了他了之后呢，我就可以跟他聊天啊。你在 chats 里面，点这啊 ,chats 里面呢，你看我有两个聊天室，对吧？有两个聊天室，第一个是我自己的，如果你买了我的 share, 你买了我的 share 的话，就可以跟我聊天，对吧？就可以跟我聊天啊！这些人很明显都买了我的 share， 对吧？我的股份啊，它叫做股份，其实就是一个 ticket， 对吧？一个 ticket， 这个股份是虚拟的，就是买了一张门票啊，买了一张门票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跟我聊天了啊，就可以在我的私聊群里面跟我互动啊，跟我互动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出售，对吧？还有呢，我为了测试呢，我买了这个大佬的一个门票，对吧？就这个人。0xjd.eth， 然后呢就可以跟他互动，对吧？但很明显啊，他没什么人气啊，没人跟他聊天。好，那你寄希望于啊，买的越多，对吧？买的越多呢，那你的这个股份的价格呢，就这个 ticket 价格呢会越来越贵啊，你就可以卖掉啊，就可以卖掉。卖掉怎么卖呢？你买的话是点这个 buy， 对吧？点这个 buy， 对 buy 这边呢，你可以去买，也可以去卖，对吧？买的话呢是 0.0009 个以太，卖的话呢是 0.0075625 个以太。当你的越来越多，你越来越火，对吧？你的这个 ticket 的价格呢，门票的价格，或者是说它 share 的价格呢，就会越来越贵，对吧？你早期进入的话，就可以在后面卖掉啊，就说白就这样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在里面啊跟大家聊天，当然整个 app 的聊天体验还是比较差的，对吧？只能够打字啊，也不能发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为止，看 bug 也比较多，都刷不出来。top user 啊，最最火的第一个人叫做 Racer， 这个人呢，你要参加他的聊天呢，要花 2.45 个以太啊，才能跟他去聊天，对吧？一共有142个人就把这个拉上来了，对吧？还有非常有名的呢 Kobe 啊，要花 1.98025 个以太才能跟他聊天，对吧？才能跟他聊天，对吧？你要花这么多钱，大哥，你 buy 的时候我应该没这么多钱。
3000多块钱，对吧？这个所有的都是在 base 里面啊，都在 base 里面。你如果这么多钱啊买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跟他聊天，对吧？你寄希望于后面有更多的人买啊，这有点像资金盘啊，买的人越多，你的 share 就越贵，然后你就可以卖掉啊。但是呢，也不光是资金盘，对吧？你买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和这 Kobe 这个人呢聊天啊。说白就是这样，一个非常简单，对吧？但是又很令人上头的游戏。大概就是这样，好吧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我的叫什么？我这里很低啊，只有0.009个以太，大概十美金不到，啊，7-8美金吧，0.001，大概是16美金，对吧？对，7-8美金吧，10美金吧，就可以啊，进入我的聊天室和大家聊一下，好吧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app， 竟然会这么火爆啊，这么火爆。啊，对，那看看 France Trade 啊，如果你买了那个人的话呢，你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动态。你看这个 0xJD 这个兄弟，所有人跟他交互的我都能够看到啊，有买有卖，有买有卖，对吧 ？France Trade 都可以看到啊，你等于就是和这个人绑定了一个朋友的关系啊。好，最后呢，还是把 AirDrop 分给大家，对吧？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就讲到这儿啊。这里是 friend.tech， 最近最全网最火爆的一个东西啊，我用那个手机的形式呢分享给了大家，好吧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啊，这样然后呢，我们一起在币圈玩一点好玩的东西，好吧？玩一点好玩的东西，对吧？玩一点好玩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儿啊，这里是韭菜兄弟，我们下视频见 ，peace。